哎呦，小心前面怎么逆袭？哎，讲完我就，救救我啊！我在努力，我在努力啊！我不行，我逃不出来。我可以，我可以。这是我用，这是我用锤子的原因。可是好像有点，可以，他速度很快，他冲我来，我相信你。这边，好，撞，撞。哎呦！前面鼠标，等一下有毒。不用怕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火场怪力。我想说，怎么一个人好安静对他家的狗？对，忘记了，没事，等家狗安稳。没事，左边在捡东西。哎呀，林曼玉耶！王爷呢？没，我捡石头。那 HTT 还在下面，没事。没事没事。只是个力战残爪而已，凶爪。这边啊，那边啊。哎，大爆筒，大爆弹，我看到大爆弹。大爆弹。前面足爆弹。很大很大，你的雪茄怎么抽完的？对不起，哇，不要，你不要哦。人生跑马灯，哎，骑乘，哎，他在讲说，我就不下来了，赶快打他，好。我仿佛听他讲这句话，然后讲说：“哦 ，nice。”他讲这句话 ，“nice” 两个字，不愧是分析，懂我。来，再偷笑，快点打他！我顺便吃个毒菇。啊，雷狼龙！啊，怎么给丢掉、啊？这个丢掉好了。帮大家吃个毒菇。你看他打的字。我知道，等一下我要吃毒菇，你们就可以回血了。哎、欸，不用啊，我吃精神豆干就好了吼。嗯？啊，蒙牛龙不是要走，要去找他吵架、啊？没有哎、欸。和平的走掉了，啊，没有，他被咬一口了。很难拿吗？我昨天去撞麒麟，也是把他掉落捡到那个哎、欸，大林麦玉哎。昨天一个人在输出影片，等影片上传就是在找那个巨魔之地玩，很凶，很凶，哎呀！叫的好难听哦！哦，哇！哎，牛牛可以撞一次哎，再一次，好不好？我们再一次。五强者的巨大脚，牛龙的。蒙牛啊！可怜，明明始作俑者是我，他就去咬他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哇，他应该把尸体挖走啊！
啊，怎么是不是尸体啊？把把龙挖走。对啊，把它铲走才对啊。哎，它可以撞，又可以撞牛，它可以撞牛。这个我来。你来。哎呦。我是听到贯通弹的声音。哎、欸，又可以再撞哎、欸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被吼下来了，所以不能撞了吗？哎、欸，熊爪还可以再撞。好。鸣波，感谢你的鸣波，我知道自己偷偷去打了。好像有点远了，不会，他跑速很快、哦、好，抱歉抱歉，没事。那你走一下那面就 OK 了。不敢走第三家，新年快乐，还是许？我有点在潮湿中。很内意。晚下午好。好多谢大哥，白卡了吗？白了。拔在这里。猛牛龙没走哎、欸。对啊，他可能刚跟他激战了一番，就决定留下来了。主播还想要，很香。哎，去抓吧你们。但我不能叫力战猛牛出来，干他！好、啊。那你们出两百多，三百多？你们鬼扯淡！对啊，有时候就这样子啊，有时候就一百多啊，最多都是两百多，三百多怎么讲？夜夜安安，丽玲安安。三十，哎，看到蒙牛跳下去。哦，没有。哇，他的肚子饿。猛龙牛。找到他了。对啊，我累了，我是说真的是这样子，因为。
对，我125等。不用气哦。哦，他丢树枝丢得好远哦，是吧？不是树枝，是树干。不要啦，不要啦。Come。没用了，好。我在他头了吗？我被撞下来。这一面。哪里有辐射器弹药？到，哦，看到了。还可以再撞一次。这一面。好悲哀。嗯？什么？蜕变的生态，得到了一个成就。那什么成就啊？杠。石头。哇！力战。力战打啦。难怪变那么雾霾。哦，因为这样、啊。对啊，会变那么雾，只有三个会有这样子。元飞、四套跟那个明波。明波也会雾吗？会啊。是水汽的雾啊。嗯，还会下雨啊。米米，湿气变重。他说：“你魔物猎人玩什么武器？”我说：“圣骑士，不是圣骑兵。”嗨。账喽，账。对啊，那你账户什么？
没有那种东西，吉修。我死定了。我吃打消嘛。哎，无咧。我刚刚怎么讲说奇怪，看了两秒钟，然后就消失了，你知道吗？太长了，我这边有剪刀。我珊瑚 Max。哎，姑娘，你男朋友以后会帮你绑吗？你说那个满了之后就不太容易掉下来，是不是？你要剪掉了。那我想要，那你是说就不太容易掉啊？我所以可能会有两个 miss 吗？听说可以到两个七等。嗯？那你要点到哪里？恐怖。到了吗？等到要试了。下面吗？它在下面。嗯。好臭的感觉哦！一下。翅膀飞我吧！哎呀，啊，是是。啊，臭！啊 ，Thank you。我刚，你要随时跟粉丝讲弄脏器。我没有，我看啊，我会看啊。我知道你很累，你要一直看着。所以我刚刚准备滑坡滚，马上收起来。嘎嘣脆。卡崩脆，哎、欸，把总火石丢在水里面就自己消失。那可以撞一次。哦，好高、哦，可以再敲两次哦。一次就够了。他抓矿石、欸，不知道有没有比较痛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喷喷！好高！行。啊。出海。对你喝水会喝到咳嗽哎。全部都是昏鸦。
等一下、哦，我在爬。啊，可以，我撑住。他撑不住。我以为他是从右边扫到左边，太错了。邓伟，猜错了吧？他也偏左边。原来是同道中人。